们下个礼拜要交了嘞。现在是第一个 meeting 吗？你在做什么？不用这样紧张啦，还有一个礼拜嘛，慢慢来咯。你这样急周末还有一个礼拜吗？我们想一下，等一下去哪里吃更好哦。想要再做不完你做啊？还有一个礼拜吗？这样紧张。两个人做 script 可以啦，可以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讲到 topic 哦，这个是有四分，所以真的要全部人要对对全对对 对, 对，全部人就要来 more interesting 去做 more effort 咯，是不是？喂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可以不要在这玩电话嘛？我现在讨论的东西哦。OK， so 那个 presentation 就你们三个人了，然后两个人做 script。喂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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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们要停。不能了。OK， 这是我的 idea 啦。So 第一就是我们就要买很多 table， 我要美的、新的。嗯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真的觉得可以。然后第二个 set， 我觉得我们要请周杰伦来。可以啦，可以。我真的觉得可以。第三哦，再买那个韩国明星哦 ，BTS、Big Bang。这样子也可以，我觉得 OK， 真的。可以了。坐，你们在想什么？要请坐，不用了，请我们就这样子罢了。你请要请要请周杰伦，请周杰伦啊，听我讲，请啊周杰伦啊，周杰伦唱一首歌是不是？我跟周杰伦合唱哦。然后我们要一个女嘉宾，我是觉得蔡依林是不错。你没有你们自己想，蔡依林跟邓紫棋，你们想选一个？你这样请好不容易就算了呗，是啊，就讲啊，是什么 event？ 什么？哎，这个 event 是你们的 event 吗？你们请吗？我给你们 idea， 这个 idea 是最好的。